我小学四五年的时候，台南市卫生博物馆，足细个博物馆，就免费当看，我看足欢喜。啊，囡仔是受着这个影响哦，足大。是迄个时阵，就是讲有一日，我若有在调，我来去成博物馆。这样的心愿成为许文龙一辈子的实践。当大家关注他的事业成就，他始终没有忘记放在心里的愿望。八十年后，这座博物馆终于从许文龙的心中来到大家的生活里。这博物馆不是为了你家己有钱吼，家己享受就好咧。就算来家己看吼，无彩，我这是开去。永远给大家大众在看，所以我谈的是给大众大家当亮点。博物馆内一万多件藏品，起源于个人的收藏，却成为众人的宝藏。每个展厅的规划，都来自一份与大众分享的心意。动物厅以无生命到有生命的演化历程，呈现每个物种的延续，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旅程。所有相遇得来不易，我们的珍惜让生命的相遇得以持续。兵器影响战争，而战争决定历史。兵器厅借由几千年来兵器的演变，在人类兵戎相见的历史中，一起思考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对待，以及一个不需要使用武器的未来。艺术是时间河流里的光点，因与人的心灵共鸣而流传。艺术厅收藏了13到24纪的画作，形成一条横跨800年的艺术流域，让过去的光照亮现在的心。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，是直达人心的桥梁。乐器厅让你走进人类追求音乐的历程，从五大洲不同的乐器中，看见人类内心共同的渴望。是音乐，是一个没有隔阂，只有分享的世界。而分享，正是奇美博物馆的初心与起源。来博物馆看人去坐哦，我就欢喜，就感觉讲愿望有当达到哦。咱我家己享受，后十个享受，所以博物馆的精神还让维持哦，所以这真得下。许文龙用80年的时光，将心里的博物馆带到大家的生活里。这里收藏的不只是美好的文化艺术，还有一个人80年不变的初心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依然是那个热爱博物馆并许下愿望的小男孩。每当你来到这里，走进的不只是一间博物馆，也走进了一个人的心愿里。这个心愿直到你的到来才完整，因为与你分享就是这个心愿的起源。我就希望讲这个博物馆哦，以前这时间我整个这样经济哦，开始是一点名，但是基台。这个经济也当，永远让后代人来当享受。